2019年7月21号，香港元朗地铁站发生了白衣人无差别暴力攻击事件。当天冲入站内行凶的有200多名白衣人，至今只有10人被捕，而被打伤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人却是身陷牢狱。当天721袭击案件迫害者的真相至今仍然未明。最大的变化，全香港，包括了我，包括了很多所谓的中立的人，他们当天就发觉，哎，原来这个香港已经不是香港了，发觉，哎，原来警察不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人。当天之后就发觉，哎，原来警察跟所谓的黑社会可能是站在一起，变成我们都对整个香港都感到很希望，所谓的法治就感觉是跟以前都不一样。我认识很多前线的那些年轻人，他们因为721，啊，他更激烈，甚至一些根本是合理被的变成是勇武，是721是一个转捩点。你看到元朗最恶劣的地方，不是黑社会那么简单，那个是第一层的恶劣。是警察做事不理，警黑勾结，这是最恶劣的地方。除了台湾，还有英国和加拿大等至少14个城市都在721这一天呢举办不同的悼念活动，来呼吁民众不要忘记721的事件持续为香港发生。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池千里、曾新敏台湾台北报道。